红灿先生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我是国小组第十号，我的讲题是我的兴趣，我的兴趣。从小，我的兴趣就有很多，不管是画画，或者是唱歌、看书等等，都是我的兴趣。现在就让我来慢慢的介绍给大家听我的兴趣吧。三日不读书，便觉面目可憎，言语无味。没错，我的兴趣之一就是看书。其实啊，以前的我并不喜欢看书呢。那时候我总觉得拿着书本看着密密麻麻的黑蚂蚁，真是让我头大呀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同学约我到书店，待在书店里没看书的滋味真不好，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挑了一本故事书《小人国游记》。我看着里面有趣的情节，开始发觉我的心情不同了，我的心情就跟着书里面的情节起伏不定。从此看书就成为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，也成为了我的兴趣了。当我高兴的时候我看书，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也看书，因为看书是我最喜欢的兴趣之一。甚至因为有了看书这一个兴趣，使得我作文能力不断的增加，而说出来的话也条条有理。当然我的兴趣还不止这样，还有画画。从小我就是一个爱画图的孩子，常常一拿起笔来就可以画出美丽的图画来，所以我最喜欢做的事也是画图。当我难过的时候，我会画出一个一个的人，他们仿佛在安慰我一般。当我快乐的时候，我也会画图，因为画图里面的东西仿佛和我一块儿分享喜悦。甚至当我孤独寂寞的时候，我更会画图，因为图里面的人仿佛在陪伴我一样。所以画图是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，也是我的兴趣。还不止这样呢，到外面踏青更是我喜欢做的事。常常在假日里，我们一家人会推开窄小的家门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里，看看青山，游游水，那弯曲的小草仿佛在和我打招呼一般，一棵棵的大树仿佛在欢迎我进入了青山里。在那儿没有吵杂的喇叭声，在那儿没有肮脏的空气，只有我最喜欢的地方。所以爬山也是我的兴趣之一。当然游泳也少不了了，在炎炎的夏日里，那大太阳仿佛要把我们晒成烤烧炭一样，所以跳进游泳池里，想象自己是一条美人鱼，就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了。总而言之啊，我的兴趣还有很多，有空时再向各位介绍吧。在座的各位来宾，听完了我的兴趣，你们又有什么感想呢？有空时不妨把您的兴趣介绍给我听听吧。谢谢。4分35秒不够分。